雄才大略之人，但他因为出身微贱，未必容人。他出手可是非常狠的。哎，他所占领之处减免百姓税赋，对糟蹋百姓的都严加惩处，他的心还是很善良的。善良和仁政是两回事，心地狠毒的人也可以实行仁政，那是为了打江山保社稷所必须。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可是得到以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而善良只是人的一种秉性，这样的人不一定会用仁政去收买人心。说到底，仁政是一种治国手段，而非发善心。你呀，这可是独到之见啊。怎么样？好。这青牛背上如果再画上这么一个仙风道骨的人，这画就完美了。先生是说画刘伯温？对啊，刘伯温，有了他啊，这兰溪会啊才会有神韵啊。好，咱们就画刘伯温。这才是画龙点睛之笔，有了这一笔啊，这画面可就有了神韵了。可惜呀，一场大战搅了咱们的兰溪会，谁都来不了。青田刘先生到。哦。哦。哎呀，刘先生，有失远迎啊！幸会幸会，终于把你盼来了。哎呀，画得好啊！这牛背上的浙西四贤，可是张毅先生的点拨。是他的主意啊。像我吗？这分明是骑青牛过函谷关的老子嘛！啊！参见平章元帅。免了，免了。这是我儿子，孩子，这是你仰慕已久的平章元帅。参见元帅。将门出虎子，来。这次我率10万大军亲征婺州，你围了婺州1个多月，为什么攻不下来？守婺州的元将是参知政事石墨遗孙，他手下有两个能人，一个叫胡深，一个叫张毅，他们造了很多狮子战车，是婺州的援兵。张毅，我正要找他呢。我师父佛性长老推荐了浙西四贤，里面就有张毅。平章元帅亲自来了就好了，石墨遗孙怕不闻风丧胆呐。我又不是吓唬孩子的马猴子，他们凭什么怕我呀？大海，你身边有没有当地人？有，王宗显是本地人，他与守城的枢密院同签宁安庆是生死之交。好，你就派他去打听婺州虚实，回来报告。如果宁安庆可以打开城门投降，就给他知府做。我再给张毅写封信。哎，魏伯文兄，还有我们这位江南才女苏坦妹，洗尘了。谢谢。为赶这个兰溪盛会，差点累死我这头牛啊！可惜啊，我们的兰溪会被一阵风给吹了。好多人都捎口信来说，这兵荒马乱年月，就都不敢过来了。早料吧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啊！你又何必螳臂挡车呢？我也犹豫，这朱元璋给我写了一封非常诚恳的信。这封信啊，非常奇怪呀、啊。怪在哪里？果然奇特，
不同凡响。哎，你看看这朱元璋有趣。你说这朱元璋有那么大气度吗？果真如其言，那这个人真是气量非凡呀。你看他竟然承诺不战降，战而降，战败而降，战败而不降，其实结局都是一样的。他要得到并尊奉浙西四贤，被黎民造福。可是这会是真的吗？四年前我的老师佛信过浙西，那时朱元璋还是个无名小辈，老师已经预言此公日后必将继大统，成为一代明君呢。我呀，倒有意去访查访查，他怎样用兵，怎样御民。胡德济为诱敌之兵，有胡申兵马到围外门外，一鼓而牵制。报！胡申的兵车根本没有出来的迹象，城中更孤立无援。看来是我的信起作用了。好吧，全力攻城。遵命。叔叔，选几个？他要是不要呢？我说你不会悄悄送。平章大人叫我，听说只有胡申逃走了。是，一名前锋之帅南台御史铁木烈斯、院判石墨一村、联访先师安庆都被捕捉，婺州打鲁花赤僧柱都被杀死。好，大获全胜。浙西重镇，四通八达。我准备在此设置中枢分署，改婺州为宁越府。你去选开城门的宁安庆，还有去送信的王宗贤，都委以重任，我绝不食言。是。德宁人仅次于战金。好了，你就不用在这儿主事了，就马不停蹄的。程书记的并不是援军，这座城在张士诚手中。不用管他，张士诚是个无赖。我好心的去跟他定君子协定，他却扣押了我的使臣杨宪。杨宪放回来了吗？张士诚不识抬举，后来徐大去攻打常州，打得惨败，派了个孙军授到应天讲和。对这种人，要打，有时也要拉。最终是要靠武力收拾。我马上向朱记进发，儿子就不带了，请主公照顾。这孩子做事有些莽撞，年轻人嘛，不能
十全十美。啊，对。他们大姐，抓到那个叫张毅的了吗？哎呀，你总是捧那些臭文人，说话直呼惹眼的。一上阵呐，先吓尿裤子了。你懂什么？不用管了，你去吧。半夜叫起来过，半夜用劲的时候虽然只有一次，可是那你够怕的。
来坐。哎呀，坐。等一会儿。我跟你说吧，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去。朱元璋虽然是和尚出身，不是不吃荤腥的，他才不会这个时候起大印呢。他保证正搂着美人销魂呢。将军胡说吧，那怎么会？再不睡，天就该亮了啊。你看有这么多事等着要做，睡也睡不安稳。这是什么呀？婉拒张士诚之子为人质，诚心来归，便应推诚相交，应令胡大海再攻绍兴，进占浙东重地。这些都写在纸上干嘛？事无巨细，都要我来决断。就是有三头六臂，也是疲于应付啊。我呀，就信奉八个字：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。把要办的事儿全都挂在这儿，我就不会忘了。你呀，也是怪可怜的。来，趁热喝了吧。味道怎么样？嗯，好极了。嗯，什么汤？你真是食不甘味啊，汤都喝下去了还不知道是什么汤。郭宁莲呢？他怎么不陪你，自己先去睡去了？他也不容易，我让他出去私访了。有这个必要吗？据我的观察，你的部下对你都是百依百顺，有令必行的。人心隔肚皮啊。李善长又怎么样？一切法度皆出于他之手，不也背着我到秦淮河去侠妓吗？你不是说过吗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这也对，从长眼看，宁可谁都不信，也不可偏听偏信。我是你父亲的女婿，连他都信不过我，你说这世上还有真情吗？人都趋于利，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向我投诚，所以才有人为我驱使。嗯，我回来了。有吃的吗？有。哎呀，饿死我了。这是刚做的点心，快吃吧。哎呦，又一个可怜虫。水。哎，来了。慢点吃，我又不跟你抢。水。岳父来了。慢一点。好香啊。有收获吗？有，不过我现在不能告诉你。哎，你是不是有个管印信的人？是小白脸啊？啊，王初，你怎么提到他了？那是我打太平时在路上捡到的一个孩子，怪可怜的。他现在可不可怜了。他怎么了？我一会儿告诉你。快起来。这是黄初的部位吧？是。人呢？刚才还在啊。是归你管？对。是。你的下属有露宿者，该怎么办？军平发落。大走。
你看我哪一点不像朱元璋？我看你那双眼睛就不像朱元璋，空洞洞的。如果朱元璋是这样，还能成了什么大事？你把老子看扁了，啊？哼！我叫人剥了你的衣服，我先把你给睡了。你看看，和朱元璋是不是一个睡法啊？你禽兽不如你！放肆！不知小姐尊姓大名？没想到朱元璋手下还有会说人语的。抱歉，多有得罪。把小姐请来也是事出有因，街上发现很多蛊惑人心的街贴，而且又在你家里找到了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如果你们是仁义之师，自然不怕别人诋毁。不过你们这样对待我，想得人心也确实很难。别听他胡言乱语，我告诉你，犯了杀头之罪，你不听话也许还能活命。哼，你们用栽赃法抢男霸女和盗匪有什么区别？你，你们不是还想请贤人辅佐吗？我看什么贤人都不会当逐臭之夫。带我去见朱元璋。我会向副帅禀报。我没说错吧？人家说你撞金钟一下，我打挠脖三千。前几天我弄了这么一大堆，都不如这一个水灵。父亲，天都快亮了。怎么，你一夜都没睡吗？父亲不也没睡吗？有事吗？我看父亲实在是太劳累了，我想有事儿就说吧。孩儿也没什么可尽孝心的，我得到了浙西有名的奇女子。很标致吗？才情也好呢，他够得上国色天香。听你这口气，你见过了？岂止是见过，就在孩儿手里。孩儿不敢私自留下，把他献给父亲，待在军旅中也省得寂寞。你和文忠是各走一经，他得了美女，统统杀掉。你得了美女，留给老子。你们两个哪个最小啊？他人在哪儿？人我带来了。你就不怕你母亲知道？这是男人之间的事。
在这样的美女面前，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动心的。我已安排了下榻处，一会儿就送过去。今天不方便。胡德济来了吗？末将在。雾州仪仗，你有些什么收益啊？末将谨守军规，未敢造次。你抢了多少女人？这是有人诬陷，求大人做主啊。要说诬陷，那就是我诬陷你了。把人带上来。求主公饶命，末将只不过是打了胜仗高兴，找人庆贺庆贺。主公饶命，主公饶命、啊、有抢男霸女庆贺之说吗？你自己说说，该当何罪？我胡某人是犯了军规，可前有辙，后有辙，犯这一条的不止我一个。你说的对，也有人给我献了个美女，现在就请出来，让大家看看。你说前有车后有辙，是指他吗？人都说朱元璋军纪严明，没想到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抢男霸女。你们知道是谁把他献给我的吗？是我的亲侄子，我的养子朱文正。我该死，我该死。这也是一种孝心吧。史书上有记载吗？冯先生，我的外甥另一个养子朱文忠现在还压在金陵的大牢里面，他的罪过是什么？是滥杀无辜。他在江西坡建德的时候，为了激励将士们不图眼前小利跟女色，竟然杀死了许多的年轻女人。为此我原打算是要将朱文忠正法的，可现在我改主意了，我不能杀朱文忠，甚至可以说他的狠毒是事出有因。金银财宝是人人所爱，天下美色也是人人所爱，可因为女色而杀掉了我的大将，毁掉了我的大业，那是万万不可能的。从我做起吧。来人，在，把黄珠拉上来。是。这就是我身边小小的掌印力，他也敢贪赃枉法玩女人。来人，在，把胡德济、黄初拉出去斩首，暴尸三天。啊！主公饶命啊！饶我不死、啊！主公饶命！主公饶我！主公饶命！慢慢慢！主公，念他是初犯，其父勇猛善战，大功屡建。我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其父之功也不能埋子之罪。主公，要防止事急生变呢、啊。主公，主公饶不死，主公饶我不死。你们知道，主公，冯先生跟我说了什么吗？主公，冯先生的担心不无道理，他是怕胡大海因儿子被杀而反叛。我宁可冒胡大海反叛的风险，也要执法如山，非杀胡德济不可。
把凡人拉出去，斩首示众。啊！哎呀，主公饶命啊！主公饶命啊！看来女人是坏水，这话不假呀。她能勾起人的邪念，我只能对不住你们了。你们跟我是无冤无仇，我留下你们，我的将士就会邪念丛生，都拉下去处死。连长，混蛋！好好好，你不能好死啊！放开我！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是他们献给我的美女，我允许你说几句。得民心才能得天下，你这样滥杀无辜，你会得天下吗？话说反了，我这是在整治军纪，让我的部下们看看，有我的榜样，将士们便没人再敢想到淫邪，军纪就自然得到了匡正。我虽说是杀了几个女人，但却是为了更多的女人不受害，我说的对不对？这真是奇谈怪论。不为怪，元朝腐败草菅人命，我朱元璋起兵反元也是要杀人的，可杀人是为了天下有太平的日子，是为了少杀人少死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原以为朱元璋很有气量，却没想到会是这样。看起来小姐像是个很有才情的人，我很尊重你，但由于时间和场合的需要，都要让我对不住小姐了。你要把我怎么样？我也知道我对不住你，你是无辜的，不得不这么做，否则无法约束将士。我是不得不借用小姐的人头一用了。朱元璋，我原以为你军纪严明得人心，没想到你如此狠毒。你与匪类有何区别？你不能这样做，不能这样借人头用。这位小姐有什么罪？就因为她是个女子吗？就因为她长得美丽吗？我愿替她伏法，请父亲不要驱杀她。住口！拉下去，赵五十。是是。你们永远记住，永远不要以身试法。下一个该打的是不是我了？你别无实在的官职，你下去吧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余地。拉出去正法。是。朱元璋，你是个懦夫，你连女人连美丽都惧怕，美丽是罪过吗？我告诉你，总有一天你会众叛亲离的。住口，拉下去。你是个懦夫，朱元璋，你会众叛亲离的。朱元璋，你是个懦夫。父亲，你求你杀了我吧。不，你是出于孝心，并没有罪过，我不接受也是对的。你并没有像胡德济一样以身试法，我并不是徇私，五州四府下来，朱元璋所行的是令人惊讶。先到司马内府上杯酒喝，再去见朱元璋。好好好。
个屁！这就是。哦，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？哎，出什么事儿？出什么事儿？这是灭我斯文，灭我斯文呐！啊不不，请你说详细。出什么事儿？看着这样子也是读书人，你们一定读过《红楼梦》，一定知道江南才女苏檀妹。苏檀妹怎么了？残忍有时候是不得已的，残忍有时候跟宽容是一样必要的。我希望你永远记住今天，永远不要以身试法。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，这不等于是我害了那女子吗？我把她献给父亲，父亲不要就是了，骂我一顿打我一顿都可以，你干嘛要杀死一个无辜的弱女子？交往必须过正，不过正不足以交往。人世间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啊。想见到你，把门开开，让我进去。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这时候怎么低声下气了？你杀人的时候，那人味到哪里去了？那是关系到治国平天下的大事，是男人的事情。是男人的事。我就不相信，天下所有的男人都像你这样残忍。开开门！你开开门！我不开，你还能把我给杀了？方玉，方玉，方玉，谁欺负你了？苏檀妹死了。死了？怎么死的？
舍记载不少的英雄，万世的尊重，那么的光荣，谁能知道背后没人懂，谁能明白红颜的惶恐。深深的情可以让地老天荒，人心太善也难免最后一场空，淡淡的爱可以无情的沉重，经不起缘也没有用。深深的情可以让地老天荒，人心太善也难免最后一场空，淡淡的爱可以无情的沉重，经不起是难自控，叹君甘如故，藏与同相拥。莫管今生是龙还是凤，情到浓时，你我一样痛。笑看浮生世态千百种，英雄背后总。杀的是楚苏当中的一个，是苏坦妹。你看这个，主公，你们怎么不告诉我她就是苏坦妹？你们最多人封上了吗？我也是刚刚知道的。哎，白来的？是蓝将军给我的。我怎么好意思白要人家东西啊？